Hey, dear friends, greetings to you all. I'm Vidal Sassoon.沙宣七十年，在潮流中创造经典，在经典中重塑潮流。一家沙宣沙龙在伦敦邦德街开业，用利落的线条和几何式的剪法，掀起了一场造型革命。在好莱坞的黄金年代，影星们讨论的不是芯片，而是沙宣的新造型。当波普艺术与沙宣有了跨界碰撞，日常造型便有了更大胆个性的表达。八九十年代的时尚界百家争鸣，沙宣作为潮流引领者，牢牢占据各大杂志封面。一句“因为沙宣，所以迷人”，为沙宣与这片土地的故事开头。千禧年的人们渴望表达自我，沙宣独特的剪裁让造型成为个性的载体。头发是所有造型灵感的起点与终点，万千发丝中能变换出万种美学。沙宣的七十年是一场自我突破革新的旅程，成为经典，再颠覆经典。七十周年艺术展，来和我一起探索这七十年的发间慢行。